张秀文同埋习威廉呢日就喺将军澳出席佢哋一齐主持嘅旅游节目记者会，而喺习威廉拍摄嘅时候咧，就系全裸上阵噶噃。哇，个拍档都咁豁出去啦，张秀文你应该都有啲线头俾大家睇下系嘛？温泉嗰啲咯，都 OK 嘅，影咗两个温泉咯。头先嗰个就系露天嘅，另外仲有一个再 sexy 啲嘅咧，就系喺酒店里面影嘅。即係嗰啲私人温泉咯，包住毛巾㗎嘛？係啊係啊係啊，唔通全睇下人哋？你睇下豁出去啊！唔係，即係其實我都我本人自己去浸温泉係會全裸嘅，但係真係基於電視嘅尺度咧，係我做唔到，我哋盡量營造呢個效果㗎啦。盡量營造㗎啦。係啦。唔紧要啦，你哋全裸嘅嘢就交翻俾你嘅拍档习威廉咧。不过全裸拍摄咧真系好难嘅，因为习威廉就话咧之前度位都度咗好耐啦，而且张秀文仲插嘴咁话：系啊，佢要遮住嗰一点啊。习威廉就即刻好尴尬咁话：唔系一点啊，唔知嗰一点系代表啲咩咧？